家好，今日咧又到咗呢个网购开箱嘅时候啦。今次咧我就喺呢个Zalora 啦网上面嗰个 app 嗰度咧就买咗一堆衫啦。而家买咧有额外咧6-5折嘅，好似8号之前都有。所以咧我希望今日呢条片咧可以即刻剪完啦，即刻摆上网。如果有缘睇到的话，你哋都可以有呢个6-5折啦。我想講我今次買啲衫咧，其實咧佢呢個 Zalora 入邊咧個網咧，佢有好多個牌子嘅。咁我今次就揀咗啲比較平少少嗰啲牌子，因為佢有啲牌子係偏貴啲嘅。咁我就特登揀咗佢呢啲咧，係有折之餘咧，其實平時買都唔係好貴，可能100-200蚊啊，200-200蚊一條翻工裙啊、T 恤啊咁樣嘅啫。咁同埋今次咧都買咗少少童裝俾我個仔嘅咁樣。我而家就即刻同大家介紹一下，第一樣就是呢個充滿夏日風情的連身裙。嗱，你睇落去咧，好似咧著咗之後咧，去咗夏威夷旅行咁樣啊，可以指下呢個旅行人啦。嗱，見到佢咧著上身之後咧，都幾顯白噶，同埋咧呢個心口位咧，佢露鎖骨啦，所以我覺得係顯瘦嘅，同埋比我想象中好喎，因為我初初著驚咧，即係著起上嚟咧會有少少似大肚婆，因為我驚自己著嘅話咧，佢腰線偏高啊，咁好容易呢啲位咧就會似大肚婆，但係著上身又還好，都唔錯，咁同埋佢嘅料咧夠涼爽，因為我真係好怕熱，而家30幾度，不過佢入邊咧係冇內裏嘅。呢就渣少少啦，不過算啦，咁熱你自己如果驚走光，咪著翻條打底褲咯，係咪？第二樣呢一條咧就係、是、哇 ，jumpsuit 啊，因為我本身咧都好中意著 jumpsuit， 但係咧有個問題就係咧網購嘅話咧就好驚咧嗰個長度唔啱咧就瀨嘢啦、瀨屎啦，因為咧你知啦 ，Zalora 入邊嗰啲全部 model 米75啊、米8高啊嘛。我都好擔心，我著咗之後會唔會拖地？一定要著高踭鞋啊咁樣，因為著高踭鞋好難行咩？定係通常都係襯婆仔鞋啊，或者襯波鞋咁樣噶啦。咁都好驚，咁啊諗住誒搏一搏啦。因為其實佢本身已經特價咗係好似101蚊嘅啫。如果你諗下再6-5折之後，係100蚊都唔使，勁抵啦。跟住其實佢好多碼已經俾人搶曬噶啦。咁我就係買細碼嘅，因為我見到佢入邊咧。會顯示到個 model 示範嘅時候咧，嗰個 model 係咩 size 噶嘛？嗰個 model 咧就細碼，咁我見到佢有少少露咗腳裸嗰個位，咁我就諗，咦，我可能都會啱啱好咁樣啦，我162高咁樣，點知買翻嚟好彩咋，唔單止啱著，著上身好 fit 身之餘咧，我覺得係比我想象中更好睇。呢一件咧，我諗係我非常之中意近期網購最中意嘅之一啦嚇。呢條帶咧就係綁腰嘅，咁啊可以收腰啦，綁喺呢個位度，咁樣有個蝴蝶結，係啦咁樣 ，OK 喎，著上身又即係顯瘦，因為其實咧本身我哋個身高又唔係話好高咧，如果你著呢啲連身一條喎咁樣啦，感覺上咧佢一整體咁樣同一隻色通啦，好似感覺上係收長啲嘅。如果你唔怕攰啊或者剩啊，你著埋又踭高踭鞋，哇更加 perfect。即係我呢啲亞洲身形都可以變歐美身形。第三樣呢件，哇平得嚟係超中意啊！佢本身又係已經特價啦，你學幾寒酸，通常揀啲特價嘢係本身特價都係42蚊定啲45蚊啦。咁其實我擺咗喺購物籃度好耐噶啦，即係擺咗好耐，因為我諗住一次過買噶嘛。跟住咧再6-5折之後，大家計到條數係你諗下平到咁樣啊！我忍不住已經著了翻工，哇超正！最好是什麼啊？同埋呢一件，因為它本身特價咧，俾人搶曬啲細碼、中碼呢啲最 normal 嘅 size 啦，得翻件加細碼，咁我真係好擔憂一定好驚唔啱著啊咁樣，諗住搏一搏啦，話曬即係示範嗰個 model 咧，佢著細碼，感覺上都唔係好窄啫，咁試下買加細碼啦，得翻一件咁啊，即刻搶到，不過好彩買啫，著上身咧，本身我手臂超肥啦，而家有個媽媽肥手臂啦。穿上去之後咧，啱啱佢呢個荷葉邊呢啲位咧，荷葉邊呢手袖位，完美咁遮咗個手臂啊！大家冇覺得咧，其實穿 V 領咧，塊面咧呢個位咧係尖啲嘅。呢隻色又係超顯白噶，白到鬼妹咁啊！真係，我暫時呢三件，不過我次次都咁講嘅，我都超中意，我一定會再，即係一定會穿超過一次咯。呢個一定會成日穿翻工啊！通常你大家有冇發覺買一個件衫，如果好中意嗰排都會著多咗，之後就唔知蝕咗去邊咁樣。好，跟住即刻下一樣，
嗱，除咗頭先嗰啲翻工衫之外啦，我每一次網購都忍唔住就會買 T 恤噶啦，因為 T 恤真係太好襯啦。同埋咧，你睇下椰子樹啊，呢個旅行系列啊，冇得去旅行，買啲嘢都關旅行事。你睇下幾靚呢個，著上身跟住襯牛仔褲，折落條腰度，因為媽咪著 T 恤就最安全啦，成日咧要抱 BB 啊、烏低身啊、剩啊嗰啲，咁呢度咧條領咧夠高啊，同埋。穿 T 恤呢最舒服的地方就是它的棉質都會索汗，還有我不會買深色的，因為夏天太熱了，如果你夏天還要穿黑色衣服的話應該中暑的了。接著另一件就是我現在穿上身這一件，這件呢是看看可以有少少露腰的穿，不過我今天沒有露腰穿。這件呢史迪仔，這件就比較短身少少的 T 恤啦，都是比我想象中好的，穿了之後呢回春了起碼十歲，本身前五十幾都變四十幾咁樣。嗱，你睇呢件，嗱，你發唔發現咧？我好中意買埋啲黃黃地嗰啲衫啊，即係偏向少少黃，好中意呢啲色嘅。你睇下，哇，好靚啊，好易襯啊，我覺得又係襯牛仔褲啦，一條永恆牛仔褲，再加呢啲無限嘅 T 恤，嗱，咁樣就出街幾方便。即係你又唔會覺得佢，即係T 恤你唔會覺得有個。今年不興啦，或者下年又不興啦，呢啲冇乜，其實 T 恤呢啲永恆都興嘅款嚟噶嘛，咁所以 T 恤係唔會消失嘅。除咗買自己嘅嘢之外啦，咁我今次都有買咗啲衫仔俾我個仔嘅，咁因為咧十一華入邊咧，佢好就好在咧，佢童裝咧有啲有 gap 啦，有 gap， 跟住好多有馬莎咁樣，佢有好多唔同嘅牌子噶咁樣。咁我就買咗 gap 啦，我就買咗幾件衫仔俾我個仔咧，一 pair 三件嘅呢個，有件白色衫，佢已經著緊啦，咁樣係啦，呢度佢個肚，我哋揾我哋全家最年幼嘅模特兒示範咗上身啦，係啦，你睇下，好得意啊！其實咧，佢而家啱啱好半歲大啦，但其實呢件 T 恤已經買12至18個月㗎啦，咁樣，但係咧都係啱啱好嘅啫。所以咧啲 size 永遠都呃人，做咗阿媽就知嘅。咁你童裝你都係買啲牌子噶啦。佢折咗之後200幾蚊三件啦，咁冇得揀色嘅，最主要係紅色、藍色同埋白色咁樣咯，一 pair 咁樣。平均70幾蚊一件。男仔咧即係唔同女仔啊，我以前個女成日買衫俾佢，男仔其實嚟嚟去都係 T 恤啦。好，跟住另外就係呢啲一 pair。呢個係咩牌子咧？睇下先。哦，呢個係 OVS 啊。是另外一個咧，童裝牌子都又係有純棉嗰啲咯。嗱，呢啲連身衣啦，呢啲連身衣係唔會錯，係啦，就咁簡單買連身衣。呢個折咗咧，平均一件可以20蚊件嘅純棉咁樣咯。其實 B B 仔咧，我覺得一歲之前穿呢啲咧就唔會錯噶啦，就係咁啦。咁我 total 睇下先，全單。折咗65折之餘啦，咁佢係免運費嘅，咁佢係包順豐嘅。我記得我係星期二買啦，我星期四下晝已經有貨，你諗下幾咁誇張？快過淘寶啊，淘寶又話集運啊，又剩啊咁樣，加埋曬係663蚊啫。咁嗰七樣嘢裡面係包埋買咗我細仔嗰兩樣其實加埋已經係有成9件衫咯喎。咁9件衫再加我6件衫係。15件衫，數口好好，15件衫，跟住都係600幾蚊。今次個介紹就到呢度為止啦。咁咧，希望大家都中意呢類型嘅分享啦。如果中意嘅話咧，就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 啦，同埋 like 同埋 share 翻，仲有留言話俾我聽啦。係啦，咁多謝曬，拜拜。